类似去一个火锅店自带生菜一样。大家好，我是老金，今天我们来二十八，跟粉丝们推荐怎么在一个鸡尾酒吧点酒。基本上我来这样的一个吧，一个比较出名好做的一个酒吧的时候，我基本上都不喝威士忌，因为酒吧里边的威士忌巨特么贵。但是我觉得我来这儿，我花个80或者90一杯鸡尾酒，我家里自己做不了，那我就觉得这个非常合算。他们的调酒师比我厉害。他们这边的几杯酒每几个月他们都换他们的酒单，所以这次 这些那个酒我都从来没喝过，但是我肯定是要试一试他们的 Coffee Negroni， 因为我爱喝 Negroni。 也有一个叫 Kite， 是用抹茶金酒自己做的，这两个我就一看我就觉得哇棒棒，所以我们就试一试。来到鸡尾酒吧的时候，我有一个问题，就是基本上他们需要很长时间去调。类似去一个火锅店自带生菜一样。